五月初四日来去念佛，南无弥陀佛，也佛圣家，前往新港奉天宫，渡过进香挂喜大殿，已经住家西里福兴乡奉安宝座，恭请天上圣母威严，奉请金宝爷将军。做三支二千两宝石，杨花素果，雅斋敬意，由本会会长杨宗刚、副会长徐胜伟、副会长林友南、总干事张泽峰、执行长詹林锦、总务长范启明，开本会老当书以及。中立府市议员参选人吴正杰开本会如下会务之事以及干部，众长成声叫伊上香。清香透天文，金光云罩如云锦，玉兔光辉数车轮。人是刚到观天桥，我是彩云闹云云。至于中央开圣殿，桃园玉宇请神仙。奉请本会南桃园金火爷会天上圣庙圣驾，金火爷将军圣驾主驾，西下福兴宫。案情由本会会长罗宗刚、副会长徐胜伟、林友南开众技术代表，大大小小主要做的真多，清扬风景，初上民乡一拜，再上民乡再拜，山上民乡三拜，欲求出行渡河进香，万万恭行。同时，祈求台湾本岛瘟疫退散，灾疫消除，香港灾煞天恩收回，希望端午迎接正气照耀，盖好主营，功成万万，吉祥。
行三其首礼，一其首，在其首，三其首，礼成圆满。南桃园郡主爷，好，恭请圣母。